警骑车巡逻，发现一名骑在对象的男子神色紧张，立刻向前盘查。嗯，小电脑，我们一直打出来是居家隔离对象嘛？哦，对不对？没有错啊，所以我们一样开给你这个。 一查不得了，这名男子居然是居家隔离的对象，而他从家中跑出来，居然是为了这个。那你出来多久了？大概5分钟左右，5分钟是不是？根本没有。确定好？确定，根本没有。这个话我们后续应该都会再调监视器出来看。真的，根本没有。男子一脸哀怨向警方表示，因为天气炎热，所以骑车外出想买饮料带回家，没想到半路看到远景出现，向前盘查，因此露了馅。最高可开罚100万元，是这辈子喝过最贵的饮料。当场一样，违反传染病防治法，好，治安啊，以卫生单位来裁罚。警机家隔离，请您对象啊，如有需要外出啊。 请向卫生单位来联络。只能说，为了一杯饮料违反防疫规定擅自外出，不止影响他人健康，荷包也大失血，得不偿失。记者基隆综合报道。水神的成分是什么呢？再跟大家介绍，微酸性电解次氯酸水。所以呢，它比较温和。怎样有的人对酒精比较过敏的人，他可能没有办法说一直喷酒精。好，但是呢，用水神来消毒双手的话。 很安全，好，那怎么买呢？欢迎大家上我们的快点购网站，好，就可以买到。